正在报告。哎呀，打个杰西可不太好打呀。红军出击。兜兜，对不起还不行吗？错了还不行吗？辩论了，哥。哎呀，哥！哇，这杰西太欺负人了。这杰西可太欺负人了，有点难打呀。要迅捷。小蜜蜂，兜兜兜兜，我这点烟，没调好，我第一时间点烟没点出来，可恶！是长官，因为是炫彩皮肤。我早给你没，你没发现我刚才鼠标指示器上有这个键子吗？就是跟你说不明白，跟你说不明白，你明白没？致盲，可太难打了，吃我一记小平给，烫死，哎呀。怎么还有一键喊话出来呀？打不了了，兄弟们，积木打杰西基本没个玩，基本没个玩，消耗他呗，只能消耗了。你给我杀他！这不一个抡给你抡飞了？W 穿死他 ，W 正好差一丝血呀，闪现了。那 W 如果打着，正好差一丝血。正在报告。要迅捷。再帮我赶开一波，老螳螂！是长官。来来来来来，再帮我赶开他一波。上上上上上，兜。直接上，直接上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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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兜兜兜兜兜，可以。我的发，这你都能死了？那螳螂还是上慢了，再早点上。哎呀，双 buff 不是我的。还是主 E 吧，这把主 E 不能主 Q。兜兜，
致命点烟，兜兜兜，哎 ，A 不出来，笑的，哈哈哈。整装待发，给我笑他。杰西要来了，快跑，小蜜蜂！当当当当当！还有熊猫的呢，你有熊猫的是吧？来个黄战士镜甲，这把不能先辣死这牙了，兄弟们，先来个护臂吧。打着杰西不出护臂，一套就秒，没法玩。啊！我的炮车！我感觉他是不是搁草丛里头呢？没有，撇个雷，再撇个雷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兜兜兜兜，进草丛。别急啊、哦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！这波搁这个地方撇个雷，然后我们在这埋伏，啊，埋伏一手，他没上当，他没上当，让我有点难办啊。走。兜冲什么？你要冲什么？你再给我冲一遍！正在爆炸！啊，兜兜兜，闪现，挡死吧你！正在爆炸！吃个塔皮。笑的，撇个雷，当当当当当，踩雷，吧，我来了，有情况，哎呀，别哥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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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位，给我上的，你在干些什么东西？啊、这闪现闪的可以，那全是雷。你一速尔德就一速尔德呗，你吃我炮车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是长官，爱谁谁呗。你找伊苏尔德关我积木什么事儿？是长官。笑啊！啊，笑。走了。回家了。
要迅捷。先来个蜡石之牙，出个美甲窃魂卷，蓝莲汉的苦楚，加个钉。520，爱你们。整装待发。撇个雷，插个眼儿，笑一下。一二三四，兜。哎呀，没事啊，人来的虽然有点多，但是问题很小。我在这一隐身，哎，打不到，别，走了，走了，该我了啊！来，快点 Q 一下这边，来 Q 一下，这不 Q 一手，哎呀，我怎么出来了呢？小心点左边，上面我觉得也得给他撇个雷，来我们找他去，直接从后要后找他去，来踩雷，兜兜兜兜兜，防御塔镀层要脱落了。这个杰斯跟你正面打，他打不过你吗？他打不过我。他一套技能能打得我剩这么多，我可以一直追着他点。剑圣无敌了，他是个屁，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屁，我只要补一声剑圣就没了。兜兜，给你撇个雷，兜兜兜，闪现，兜兜兜，啊，剑圣先来个蜡石之牙，这个沙漏一会儿再出吧，我还是得出一个小面具，蓝莲汉的苦楚。大家跟我说下午好。谁跟你说下午好？弹幕。下午好啊。家人们下午好。影响我直播了啊，这弹幕影响我直播了，现在是我们蓝莲汉的直播间，是长官，注意点你们的弹幕。我撇个雷，把你中塔给你划了。你这小鸡儿就别帮他打了呗，剑圣呢，给我来，我看看你这个屁，你想干什么，往哪走，屁，你回来，你这个屁，你这个屁，你这个小屁屁，撇个雷，
你这个屁！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哇，再撇！你勾搭！你往我这儿走啊，大哥！哎，就愣往那边跑啊！你是，我先把跳弹给你打了。这剑圣要往哪跑？剑圣，你不会你想跑吧？你在我这儿，你想跑走？他一定在这个位置，我跟你们说，100%呀！别在这儿，你不能打不过他吧？我给你来来，扣他。我在狐狸面前，我们就是一个屁啊！这狐狸咋这么肥呢？感觉肥狐狸。我好想要他的双 buff。潜伏结束。2100。我们赶紧把蓝莲汉的古厨给他做出来，上路担待吧。这杰西虽然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但是我担待还是可以。是长官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干哈呢？我厉害不？我没想到一个剑圣居然能想不开找我积木单挑。哎呀！回家。先来个蓝莲汉的苦楚，再来一只美甲窃魂卷，给我推个塔来。刚刚好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太对呀，剑圣，这个雷咋没人踩呢？这儿撇一个，这儿撇一个，这儿撇一个，啊，这儿也撇一个。来了狐狸，咱不上啊，咱不上，咱上就是傻。我可以找找这剑圣呢。剑圣刚才凭什么在那打红呢？红棒为啥给他了？哎，给我杀！好，兜兜兜，老狐狸，来剑圣啊，来呀，剑圣，剑圣呢？我死了，剑圣把我穿死了。这琴女是人机吧？1600，先来个钉，
完了，扑克比也死了。还得是这剑圣，我们也得来个剑圣了，我发现。要迅疾。Shut down。刚我有个钉就好了，没有钉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美甲窃魂卷掉了十层。野区给他放几个，这给他撇一个。对面的中路这个位置给他撇一个。整装待发。插个眼儿，撇雷，跳弹。再撇，我们逃跑之路上也得给他放一个。我决定去上路单带了。要迅疾。哎，为啥打国服也卡呀？玩个锤子啊，大哥呀！这么卡玩个屁呀、啊、踩我雷了吗？我的网络有问题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换电信了。这一月完事了，俺们就换电信了，不用了这网头的。关键他也不跳聘呢，你说63、64就是卡。关键他也不跳聘，你要是说你跳聘你卡你丢包那倒行，他还不跳，他就是卡，就硬卡。哎呦我天，正在报告，大龙啊，小龙也行，小龙风龙。好卡，确实好卡，好卡好卡好卡。哎呀，卡的我想重上。好的，我要重伤一下子。是长官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更卡了，还不如不重伤呢。我靠，我重伤以后连人都飞了，队友全不动了。是我卡了，是你们卡了。我卡了吗？简直逆天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V-game 关了， V-game 关了没用，不是人家 V-game 的事儿啊，别老赖人家 V-game 了。正在报告。没个玩儿，我操！啊，所有人都卡了。
你们卡吗？不是我的问题吧？炸房了？谁？整装待发。我字儿都打不出来。不是。这一盘游戏的问题可能。他们全卡，他们全掉了，说明啥？他们也都卡。对面全没了，我赶紧去推高地呀、啊！这边人全没了，全掉了，快点推，快点推，赶紧下一把。剑圣也卡，没事，剑圣也卡，把剑圣点死，剑圣也卡，剑圣也贼卡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剑圣跑了，我们撇个雷。他们全没了，拆家拆家，快拆基地。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漂亮！快！我再撇个雷。啊，再撇个雷。叮！一个一个摁。救命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怎么还不死呢？我跑！我不跟他打了。剑圣不掉血呀！剑圣，快跑！不打了！人呢？哎，这儿呢！哎，这儿呢！快跑！不打了，回家。往家里边跑啊！剑圣还追呢，剑圣，快跑啊！没事，我们家超级兵，超级兵不卡就行啊。哎，我回家了，哎，没死啊。别玩了，赶紧结束得了呀！我说赶紧投降下一把吧，这卡成这个样子，玩个屁呀！这把字儿都打不出来，队友能把大龙打下来也是确实挺狠的。我说实话，快走，出门！高聘战士，兄弟们，高聘战士！哎，对面投降了，漂亮！投降了，三票赞成了，投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赶紧吧，真的别折磨了，别来回折磨了，你们折磨我们，我们也折磨你们，这游戏他就玩不了，赶紧下一把吧。